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本周五下午三点。Stars and games。忘了目的的循环，一点成长习惯，现实我不管。甩手把时间推翻，想法是。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，你们好。我是沈安，我是本周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，最近推出了我的新专辑《白日梦的悲哀》，介绍给远在加拿大的你们哦。我们这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见。天窗下了一阵哭声，又剩我一个人传说，在蓝天时分。不能出声，他在我头上开枪，结束这幸福。